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。那今天要来玩的游戏是 YouTuber's Life。OMG 是 Oh my God 吗？那总之呢，这是一个新也不算新游戏啦，2016年还是17年的游戏哦。那我现在才要玩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好像蛮有趣的。如何当一个 YouTuber？开始吧，新游戏。这想表示什么？这是什么世界？比地球还大是怎么一回事？住在这里的人都是 YouTuber 吗 ？YouTuber 是外星人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是我，可是我没有三台萤幕、啊。哇，我看到要剪片的地狱了。哎，好，我们要开始来捏角色喽。那我喜欢晒黑一点这种小麦色的皮肤、啊，头发，感觉可以抓造型的头发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好像比较接近一点。好，就这个。头发可以选颜色，是不是？当然是选红色啦。那眼睛呢？眼睛？哈，这些眼睛我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哦。而且每组的眉毛不是都长一样吗？啊，而且没有红色的眼睛，也没有黑色的眼球，是怎样？是没有东方人的眼睛，是不是？我只能捏西方人，就是了。好吧，就这个吧，这个看起来比较红一点了。嘴巴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把胡子用掉，我实在是不喜欢那么多胡子哦。这个，好。哦，好，我可以比较正视这一个角色。这个是胖丁会选的，对不对？嘴唇一定要这么厚吗？好吧，我就要选这个没嘴唇的。哇，帽T好可爱。哇，红色 T 恤，北京。你不给人家选那些黑东方人的东西，然后这边用个北京。白 T 好像也很好看哎，可是我又好喜欢帽 T 哦，怎么办？个人偏好帽 T， 可是他穿白 T 又好看，就没有白色帽 T 吗？真是讨厌了，整个帽 T 好了。我喜欢蓝裤子，可是蓝裤子又配蓝色的帽 T 又不是很好看呢。天哪，我居然会在这么贫瘠的衣服选项上面这么困扰。不行，怎么没有一个好看的？好吧，就这个黑色的鞋子，有红鞋子吧？好，有红鞋子就选红鞋子。眼镜呢？戴黑框眼镜是不是比较像我一点？虽然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捏出自己哦，因为它的选项太少了。好了，不然戴个黑框眼镜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下一步选一种性格类型，巨星，你是热门视频制作大师，制作更多的热门视频是你唯一的抱负，每一次播放和订阅都十分重要。那富有呢？大家都知道你是个财迷，你是个商业天才，看到自己的视频盈利就喜不自禁。善于交际，好像不用看了，因为 我非常不善于交际哦。天才，你不在意别人的想法，学习新东西对你而言轻松愉快，你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。这也不是我。因为就是上了年纪了，不想学新东西哦。就没有比名誉和人气更重要的事了吗？
你想忘掉烦忧，享受快乐，就让我们玩得更开心吧。哦，这是游戏频道最重要的嘛。好，那就这个派对狂人。你想在频道里做些什么呢？我是游戏频道嘛，那我们就是继续的来做游戏频道吧。哦，输入我的名字。我想想。啊，不然就叫小熊猫了，好不好？叫小熊猫好了。哎，不对啊，小熊猫这应该是我的频道名称哦。然后输入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。好啦，那就是叫无界的日文拼音好了，就。嗯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啦，那就这样子啦。我在这个房间内开始了第一个视频的制作。它好多中国用语，我实在是有点不习惯。我和妈妈刚搬过来，附近也没什么朋友。来看看我在成为头号博主，为什么是博主？来看看我在成为头号博主之前学到的一些东西吧。基本操作，使用滑鼠左键移动角色，这样子，好，哦，我好呆哦。使用滑鼠右键移动视角，这样，哇，然后呢？使用 Auto 加右键点击选哦，好，使用 Ctrl 加右键点击放大，哦，哎，放大好像不是很需要啊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制作书架上那些游戏的视频让我感到非常愉快。所以呢，我都把游戏放到这里了嘛，选择游戏。好，哦。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玩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要开始来实况游戏了，开始录制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玩。哦，这个影片要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影片叫什么 ？Empire Planet 2。好，我们要来帮我们的第一个影片取一个轰动的名字哦。什么样的影片比较多人看呢？我们要想个非常轰动，让我们第一支影片呢一抛出来就很多点阅率的那种。那怎样下标比较好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最火红的那些影片大概都怎么下标。嗯，史上最好玩的游戏。然后我发现呢，只要在标题上面打什么100%的。随便100%什么东西的，好像就很多人看哦，所以我就打个100%过关的方法，这是个攻略影片哦，这是攻略影片，史上最好玩的游戏100%过关的方法，好，这也很吸引人吧，对，大家看了就应该会很想点进去看说，到底是什么游戏？是史上最好玩的，而且看了这影片就知道100%要怎么过关了。好，来，我开始了。这要干嘛？滑稽的评论，杀气腾腾的样子，建议。哦，因为是做攻略频道，所以我要给个建议啊。哦，这里大家应该这样子做比较好哦。中式，什么是中式？技术性的评论，有趣的评价，是吧？技术性的评论，因为我是做攻略频道的，我要很有技术性的跟大家说这个地方要做什么事情哦。哎，然后呢？哦，我要编辑的是不是？通过将视频片段突哦，好，我们要来剪片了。天哪，我在这里也要剪片是什么意思？这样子吗？哦，增加标题，哦，调整颜色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这个我就不能放了，是不是？添加标题是什么意思？哇，上传要1.6小时，看来家里网速不够好。好，渲染是什么意思啊？输出吗？是否要发布视频？好，对不起，真的是太多用语，我不知道。然后这款游戏因为没有支援繁中哦。
我只能试着去理解跟习惯，因为它好多用语是我没有接触过的。啊，好看评论呢，也可以帮助我。对对对，这是真的。看评论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视频做的怎样。就有时候呢，就是初期的时候，你影片真的还不是很会做的时候，然后有些观众就会建议你说：“哎，你这边应该怎样？”我觉得你这边应该怎样？这种很有建设性的留言呢，看了就是会让你觉得哦，真的，我好像这样子做比较好，就会想要试着去改进。啊，如果你只是留言个什么好烂哦之类的，还是烂透了之类的，这种没有建设性的，我们就只是觉得你是完全不会想看哦。哎，这倒是蛮真实的。每个月都要考试，所以还要学习啊啊，所以呢，他要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当 YouTube。好，了解哦。学生生活要去学校哦，只要走出房间你就去学校了，是不是？好好走吧，去上学吧，不然是还可以翘课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回来喽！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上学是去几个小时啊？透过查看手机上的日历来确定是否准备好接受考试哦。哦，好。那你手机的日历在哪里？哦，购物不必离开家，网购就能飞快拿到东西，哈哈。好，那我们去买，用电脑网购。好，我们来购物，要买什么？要买什么？Amazing， 这怎么看都是亚马逊吧？不是，这不是 IKEA 吗？对，IKEA， 哈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Super Food 是不是？哈，哇，怎么感觉好像有一些好像似曾相似的商店在这里？我要买什么？我是应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应该是卖游戏的吧？哈，他这游戏没有翻译啊。哦，他这个还有这个游戏几颗星呢？游戏几颗星？哦，这个游戏五颗星，我要买这个。我已经熟悉基本的哦，好哦，耶耶耶耶个屁啊！哦，我升级等级二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升级了？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哦，有170个点阅，这第一个影片就那么多人在看喽。哦，好，我们赶快再接再厉，我们再发第二支影片。好，哦，我现在只有这个可以选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开始录制第二个影片呢，我们再来取个轰动的名字。上次是100%绝对过关的方法，那接下来大家已经知道怎么过关了。那大家还会有兴趣的是什么？原来 bug 这么多，十种让你存档不见的 bug， 大家看到一定很惊慌，就说：“哇，天哪，怎么办？会让我存档不见呢？怎么会有这种 bug？” 然后就会想点进来看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上呢，有没有 bug 这我不晓得啊，好。就是取这种标题，然后人家吓到，就是这个我一定要点进来看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，来来来来，正式问候，我们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吴教。然后呢，中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我们再来一个技术性的评论，你在这边呢做什么事情就会遇到 bug。然后我们来一个杀气腾腾的样子，哈！这个公司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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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再添加标题，然后我们这次用个柔焦 ，OK。哦，分数新纪录哦，发布吧。然后呢，我来看一下管理评论，我来看一下。哇，我上支影片500多个人
订阅了，不是订阅，点阅了。哦，我正在回留言，是不是？我要怎么看？我要怎么看？管理评论，哎，我要怎么去看评论啊？哦，我可以阅读评论。哦，这里，是我玩过最棒的游戏，这游戏现在超火的。哦，真的吗？现在不多见了，好样的。哦，真的哈，优秀的剪辑可以提高视频质量，我做得很好，耶！太好了，再做一个吗？哦，有，我刚上传了，这视频超赞的哦。看来大家很喜欢我的攻略影片哦。哦，18个赞，然后没有人按倒赞哦，还不错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干嘛？在好友间传播消息哦，就传给朋友看，说哎，你帮我转发一下，是这样的意思是不是？好，我来用手机好友。啊，好友他们是谁啊？我们随便传一个。邀请，要邀请什么？跟他闲聊一下。我想自己静一静，请别打扰我。等一下，怎么又回到了我们在玩约会的的那个情况？天哪，可用的卡片。哦，我现在卡片这么少啊。还要魅力点跟资金是不是？我要用这些卡片才可以让我的影片更丰富嘛，对不对？天赋是怎样？哦，还要点这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到底是有多少事情要做。我现在收入是零元哦。外出参与公共活动是成名的重要一步，参加一定数量的活动。考到 C 或以上级别，没有 C 是会被当掉的意思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哦，你看他这里还有就是我要休息跟我要吃东西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应该量表都还算蛮足的，那我们就先去参加个派对好了，好不好？怎么参加？这样子，哦，不是说我要参加就有派对，是不是？来吧，不然我们再来去上课吧。哦，这影片在上传了。哦，天哪，那第一部影片就有600多个人在看，我第一部影片才几个人啊，才十几个。然后还很多是自己的朋友啊。好，我们就先放着让他上传。哎，不是，我是不是应该马上来拍个第三集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插一个现在人气最高、评价5颗星的游戏进来，来跟风玩一下游戏啊。好，我们开始录制吧。哦，我们要再玩一个新的游戏了。这个什么 incomprehensible square dancing 什么东西吗？dancing 所以是跳舞的意思吗？好，我们新游戏，我们又再来想一个很劲爆的标题，好不好？很劲爆的标题，这个游戏看起来是个跳舞游戏，是不是 dancing 嘛 ？dancing 跳舞游戏，那跳舞游戏。哦，我知道要跳舞，那我们要找个比较厉害的观众会想要进来看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说啊，跳舞跳到嗨翻了，然后呢 ，FT 蔡依林，大家是不是就想点进来看了？对不对？我们跟蔡依林一起跳舞，然后跳舞跳到嗨翻了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来哦，因为他是上传中，所以我不能拍新影片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我们就来拍片喽。哎，真是问话，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无忌哦。今天很开心的，我们邀请到了蔡依林呢，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跳舞的游戏哦。来个做个有趣的评论吧，哈哈，蔡依林跳的很棒哦，滑稽的评论再来，这是很搞笑，超赞的，很滑稽吧？
欸，你看我们跳舞超嗨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就是，哦，这次我们因为有邀请到蔡依林嘛，我们来调整一下画面颜色，然后再帮她上个柔焦，让她就是有明星的样子。好，嗯，好，发布。啊，太好了！那我觉得我好像看起来想睡觉的样子吗？先来睡一下好了。哎，妈妈，妈妈，这是妈妈吗？突然有人跑进我房间里面来，怎么了？哦哦，他给我抱抱，哎，非常好，你这周学习了很多哦。哦，是因为我有准时去上课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可以通过兼职额外赚些钱呢，你可以开始工作，但不要忽略其他职责。妈妈意思是叫我赶快去工作的意思。好，学习跟工作，天哪，我觉得呢，我先去学习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成功的学习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去吃点东西好了，吃点东西。啊，我刚跟蔡依林。要跳舞的那个影片准备发布了。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嗨，小孩，我是一个游戏小商贩啊。这个交易你绝对不会拒绝。我有个非常棒的游戏，只要$40。$40？有人在按门铃，是这个吗？这个窗户外面好像有一双脚。$40，我现在几美元啊？我现在身上哦，我有75块。40块，那我就快没钱了。我觉得先不要，算了吧，先不要。哦，我拒绝，然后我还多5块钱是怎样？哎，假如说，算了吧，你不买，那我就给你5块，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回复中，哦，我再回留言，好，好，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什么新的留言吧。我爱上了这个跳舞的。太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我跟蔡依林的，我喜欢这个，我等不及想看到跟蔡依林再玩一次啊、哦！这录的挺好的，技术不错，嗯，这是你玩过最棒的游戏吗？这谁剪的、啊？也太烂了吧！这一看就知道是个小孩子，小朋友不懂哦。有蔡依林，你还说谁什么什么太烂了？怎么可能？这一定是蔡依林黑粉才会来做这种事情啊！哦，你看，哇，好多人看哦，这不愧是跟蔡依林一起合作的，才发第三支影片就已经要破千点阅了。等一下哦，我要来看一下这个。哦，原来 bug 这么多，这个只有666，哇，哇。哇，你看跟蔡依林，你看增加了243个点订阅，增加了243个订阅，果然你是跟蔡依林一起拍就是不一样哦。玩一下这个，我们再回来玩一下之前的游戏哦，我们要继续攻略一下这个游戏，然后呢，交加100%过关了，也。威胁过人家说有10种 bug 会让你的游戏存档不见了。那那再来第三个呢？我们要来做什么？我们要再来让人家感到不安，让人家感到不安呢，人家才会想要点进来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怎么让人感到不安呢？官方开始抓幽灵账号。官方开始抓幽灵账号，快点进来了解如何排解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耸动，有没有？所以我玩这是手游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它是单机游戏还是手游。可是呢，官方已经开始抓幽灵账号了，赶快，这样如何来了解如何排解，免得被删账号，有没有？哇，看起来就好像非得要进来看一下、哦、好，我们开始来拍。嗨，大家好。哎，然后呢，中式，我真的不知道中式是什么，那我们就是点一下吧。
然后杀气腾腾的样子。哇，官方居然开始做这种事情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添加标题，来让它更耸动一点，然后再调整一下颜色。OK， 好，发布了，发布，很好。然后在这期间，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？我们去工作看看好不好？工作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擦鞋，4个小时20块；洗车，4个小时20块；帮助你的奶奶，2个小时10块钱。好，我们来帮助我的奶奶好了，来，来。等一下，你那个时钟转的好像不止2个小时哦，你想要骗谁？我是不是又想睡觉了？在那之前呢，我们再去读书一下好了，应该回来就刚好可以再休息一下。哇，你看跟蔡依林跳舞的已经 1.6K 了。我快累坏了，赶快回来睡觉，赶快回来睡觉。睡觉。我达到营收了，我可以开盈利了。我在还没开盈利的时候就邀请到蔡依林，然后靠那支影片马上就可以开盈利了。好，我好像得到了什么，可是先不要管了，先睡觉。好，已发布，我们来管理一下评论吧。怎么有2个到站了、才39个人看就有2个到站了，是怎样？是发现说官方没有要砍幽灵账号吗？被发现这一点了。好，然后我先按一下暂停了，我要用一下这个什么天赋点，是不是？休闲是什么意思？印象。那我们先来加这个印象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新的评论。要是你连录影片都不会，就别当主播啊！事实就是这样，拜拜。是怎样？等一下，这个不是我朋友吗？你朋友是这样子当的？等一下，你不是我联络人里面的那个吗？哈？我确认一下啊、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哈，有人朋友这样子当的吗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朋友真的很要不得哦，真的是优秀的剪辑可以提高视频质量，做得很好。哼哼，这文案真烂，拉低了整个视频的水准。是怎样？惊了，我还真是没想到会是这个游戏的玩法演示。玩法演示是什么？就是游戏实况的意思吗？哇塞，我喜欢这个，我等不及想看到下一个影片的，是不是？糟糕了，开始有那种不喜欢的声音出来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哇，你看这个跟蔡依林的合作影片哦，哇，这个就很棒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选择游戏，跟蔡依林那一款，既然这么好的话，我们就来玩第二集。初体验，不是啊，我已经玩过第二次了，应该不是初体验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选一下初体验。我们不是初体验，那我们找的来宾是初体验，总是可以的吧？对不对？那这次呢？这个要二，初体验。我们已经邀请过蔡依林了，这次跳舞我们要邀请谁？我们邀请个也是蛮大咖的，好不好？也是蛮大咖的，原来。Lady Gaga 这么强，第一次玩就上手 FT Lady Gaga， 好，Lady Gaga 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肯定百万，等一下，怎么有个人突然出现在我后面呢？谁啊？谁突然出现在我后面了、有趣的评论。好，然后这次呢，
我们来建议啊，嘎嘎，你这样跳实在是不太好啊。好，好这样子。来吧，来发布了，发布了。嗨，你哪位？交谈一下。嗨，我希望制作一个自己玩游戏的。哦，叫我帮忙剪辑是不是？好啊，来啊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先去吃点东西好了。我来看他叫我玩什么。这什么？啊，什么东西？第五代啊。人气很低耶，朋友居然叫我玩这种人气低的东西，是想拉低我的人气是不是？然后是图像冒险，好，因为是朋友的委托，所以也没办法嘛。然后因为是朋友叫我们玩的，所以算是工伤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算是工伤嘛？他虽然只给我一块美金哦，然后因为是朋友叫我们玩的，不是我们自己想玩的，厂商叫我玩的，不喜欢不要看。我们请到了蔡依林，又请到 Lady Gaga， 就开始拽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打这个，厂商叫我玩的、哦，哎、啊，我们不喜欢就不要看了、哦。他这有排名呢，我才发几个影片而已，我现在是第51名。哦，我好厉害哦！天哪，太厉害了，根本是 YouTube 界的星星哦。天哪，这蔡依林这一片没有赚到钱。因为我是从这一片才可以拿到那个营收的。等他上传好的这段期间，我们再去读书好了。哦，妈妈怎么又来了？耶耶！妈妈怎么了？这个先暂停了。哦，已经学习够多了是不是？太好了，来吧，我们来玩看看。那如果呢点阅很高的话，我们再玩第二集好不好？嗨，大家晚安啦、啊！来，然后呢？我实在是不知道中式是什么，但我就是点一下。哇，我现在卡片好少，可以做的东西有够少了。建议就是啊，朋友叫我玩这款游戏，实在是没什么有趣的地方了。以后厂商也不找我了。来发布吧，耶、yeah ！哦，我好像又累了，好，先睡觉，先睡觉。哦，跟 Lady Gaga， 你看这个点阅率，狂冲啊！这个，赶快我们来管理一下评论哦。有两个 Gaga 的黑粉在那边给我按到赞。一定要说是 Gaga 的黑粉，不是自己的黑粉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谁剪的？也太烂了吧！哈哈哈，你才烂，你最烂，你全家都烂。酷，是你玩过最棒的游戏，这游戏现在超火的。啊哈，啊哈，有点过时了。什么叫有点过时了？Lady Gaga， 你说 Lady Gaga 过时了，什么什么东西啊？初体验是永远排在第一位发布，这是播主的尝试，真糟糕！你才不懂，是 Lady Gaga 的初体验，不是我的初体验，好不好？你才没尝试嘞！赶快去跟，马上跟观众互呛。好，那我们来买一点东西好了，我们现在应该有点钱吧？这是 IKEA， 买这熔岩灯可以干嘛？130块，然后还没有用。然后呢？哦，可以买衣服是不是？有没有白色的帽 T 啊？空手道服有试穿吗？哎，怎么点下去就买了？我的20块，我的都花20块，哎，怎么点下去就没了？我想看看能不能试穿，就点下去他就叮，马上结算是怎样？好可怕哦！哦，朋友来了，嘿，你的影片我上传哦，我会告诉朋友们我做的有多棒。可是点阅率才19，点阅率才19。这几天有一个
游戏大会，哈，购买老式游戏机哦，好哦，哦，是游戏世界这个吗？任天堂 DESS 游戏平台已发布，哈，哦，我还要关注哇，游戏主机，天啊，我现在才发现主角的手机是这是什么 Nokia 的，他这按键真是 Nokia 的手机吧？好吧，那那个发布会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下次再来看吧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就感谢大家来看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